好，同学们好，我们这一节呢，要教大家呢画一个晚清一个画家，他是画树故啊，非常有名的，他叫王一亭。王一亭呢，他是海宁的啊，所以他称为海沧王一亭。他画的树故呢，你看在这个画布上啊，这一幅呢是这个村胜，这是胡同，后面是补充了一些阴道之类的东西，哎。非常看起来呢，很一种说鲜明的一种啊概括啊。我们呢画的时候呢，先把那个神画好，那么然后呢再画胡同啊。神呢是用墨国画，墨国画嘛就是用颜料直接画。哎，我们先用那个诈石啊，这是壁上呢保安的一种淡淡的诈石。那么我们再用浓的诈石啊。再一下，那么头上呢再放一点墨啊，怎样呢？我们从这个神的肩头画起啊，肩头呢从这里画，比较浓的哎，画好啊。那么怎样？再下来，中锋啊，怎样再下来？肚子憋肚一扔，那么就带着来了啊，那么这里再一憋啊。别动，再一扔啊，那么再放一点，墨啊，这样再下来，别动，一握就出来了啊。那么这里呢，再一遍再用点墨啊，扎实啊，我们这样一遍下来，别动只一握出来了那么这里。我们用一个带的扎实啊，我们一到下面呢，一带，这样，那么这里呢，再这样，好，那么接近那个省的根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用这样带带的勾勒一下比较带人的那么再画上一个。绳下面的结由于几点是根须的一种感觉好，那么我们呢，称这个上面还颜色还色的时候呢，那个在这个绳扣的一些上面呢，有一些斑点那么我们点上衬色的时候点，干了就没有味道了。我们点上一下再带一点让它升华开来，这样有味道好，那么这个绳的根部呢，我们可以用一点淡黄淡淡的藤黄，淡淡的藤黄了，摸一下。水分多一点会中间留一点白等到干了以后呢，这个带黄带黄一干以后呢，很味道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画胡同胡同呢，我们拿一支小一点的笔好了小白银好了，小白银呢，我们先勾出它的嘴巴嘴巴在这里这个胡同呢，是两天的它的肚皮呢鼓起来了，那么再画眼睛，那么在这个背上呢，颜色有点深，用淡墨，淡淡的墨，
那么它的肚皮上面呢，用带扎实，哎，带奶的扎实。揉的白啊，让它透明。哎，那么这个背上呢，你要用藤黄啊加墨。好，那么嘴巴呢，稍微有点红。这里这个虎头呢是正面的啊，两个眼睛，把它的大肚子画出来。这个虎头呢，你可以这里肚子上留白，哎，就是那个嘴巴上，哎，加一点红花来。眼睛倒要点上浓的啊。好。接下去呢，我们画后面的阴道了。阴道的梗子呢，哎，它的叶子把它画出来。好，我们加上樱桃。樱桃呢，一般是竹标上啊，底子上加一点石斛。哎，我们也是两边啊，这里一边，哎，这里一边，怎样呢？很圆润的。这里一边，哎，这里一边。两边，这里带，这就可以加一下，哎，好，那么我们把叶子啊。
好，我们整体来看一下。好，这幅画我们就结束了啊。好，同学们，我们接下来要画一幅呢，也是他王一婷的啊，他是蜘蛛王跟那个芭蕉啊，还有一些桃花之类的啊。那么这幅画蜘蛛王呢，哎，特别是蜘蛛王，哎，你看他的线条，哎，不是好像是哎，有也是你看有枯水浓淡的。这个线条里面呢，看看很单调，但是很有味道。所以这个蜘蛛网呢，也比较难画啊。我画给你们看啊。我们先从那个这样，我们画这个呢，蜘蛛网呢是最后。我们前面的那个芭蕉啊，跟那个桃花呢，我们先画出来啊。我们芭蕉呢，我们先用大笔来画啊。大笔呢，用。花青啊，跟那个山柳，哎，里面呢再放一点藤黄，哎，调成这种颜色，那么我们水分呢要多一点啊，大笔一笔下去呀，哎。你看它呢，先把那个。芭蕉的，中间的一根茎，哎，把它画出来，水很多，哎，那么接下来呢，就很快的一边呢，它是都是中锋的啊，哎，那这样哎，那么这哎，把杆子竖起来啊，那么后面呢，它也是。这个茎先画出啊，那么接下来呢，它，用吹风，水少了就慢，慢，那么好了以后呢，把那个桃花呢补上啊。它这个呢，好像是碧桃，一层一层的。叶比较多，那个花瓣呢比较多啊。好，把桃花的梗子呢画出来，哎，扎实，哎。补上啊一些嫩叶，嫩叶呢。在那个石榴上面呢，要放一点红的，紫红啊，我猜是胭脂，好，好了呢，我们把花里面呢再染一下啊，用点白粉啊，加一点红的，变成粉红的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画蜘蛛网了啊，蜘蛛网呢也是拿这只小的蝇。小白硬币呢，币呢，要干一点啊，干一点。我们先用墨，这个墨呢，不能太浓，要淡一点的。先画
中间的边缘的线要迈，让它立头直臂这样一根。这样画好以后呢，好，那么确定那个珠珠的地位啊，珠珠在这个地方，在中间，那么我们用两笔画出它的身子，要有这样的一对透明啊，那么用胶墨画它的头部，好，那么它的大体呢画出来。也要焦一点的，资质呢，它是，两面四个八个角。好，资质好了以后呢，那么。围绕那个枝枝呢，枝枝的中心呢，开始放了一条一条的线围绕它的中心，这个线呢有点带带续续呢，也不要紧。哭了呢，就慢一点，一定要立头直臂，不能太浓。那么从中间开始画好，栀子王呢，我们现在画好画好，那么在中间呢，你用赤锋再抻擦一下现在它呢有点朦朦胧胧的用赤锋干笔赤锋淡淡的抻擦一下。这样呢，看着它好像有一种粘液，猜想。好了以后呢，我们加小蝴蝶小蝴蝶呢，用淡墨勾出。
再用颜色，补上一下。好，我们整体来看一下。好，这幅就结束了。同学们，这幅画呢，我们画到这里结束了。那么下一节呢，我们要临摹一幅，也是晚清的一个画家，叫席地山的花鸟画。再会。